合理调整饮食。产后的饮食搭配对于产后妈妈减肥本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，要保证营养摄入充分，饮食中必须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维生素、矿物质，如鱼、瘦肉、蛋、奶、水果和蔬菜。二，任何的体育锻炼最好包括心血管的锻炼，因为这将会更加帮助加强心脏的功能和燃烧脂肪，而散步将会是最简单最有效的锻炼方式，你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。三，产后瑜伽。四，游泳。游泳是一种全身运动，不但可以塑形，还可提高你的心肺功能，锻炼全身几乎所有的肌肉，如果坚持有规律的训练，差不多几个月下来就能使你焕发神采的。五，母乳喂养。母乳喂养就是把体内的营养物质传送给婴儿宝宝，其实这样可以有效减肥，一天可以消耗500卡路里，相当于每天一到两个小时的运动量了。而且母乳的营养又十分全面，还能增强宝宝抵抗力，真可谓一举多得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